好，很多人呢都有买过乐透的经验，但是更多人抱怨怎么这么难中奖。现在我们要告诉你，你可以到美国买乐透彩，在台湾下注。这是板桥最近出现了这么一家投注站，特别的是这个投注站呢专门卖的就是美国乐透，客人到这边来投注就是同步在美国的投注站下单是一样的，而且如果中了头奖，投注站呢还会带你到美国去领奖呢。而且哦，那个美国的头奖呢动辄台币数十亿，很多人看的是心痒痒的。至于这个投注站的营业额也是很高，一个月将近40万。我们的独家报道。都有努力想仔细化，每个人都想得乐透大奖。不过这个投注单怎么有点不太一样？原来这个是美国乐透。Across America with Mega Jackpots, it's Mega Million. And tonight's Mega Million jackpot is an estimated annuitized $87 million.画卡给钱，透过电邮连线，美国那边投注站几乎同步就会出现你的彩券。就算一张60块，有一半是佣金，不过能够用小钱来博大奖，还是让很多人都很心动。美国乐透，它一颗球就有钱了。那虽然它一颗球的奖金并不高，可是扣掉你买彩券的金额，你还是有赚。私人的总是信用度没那么高啊。就是如果说中大奖会怕没办法领到，对，害怕被骗。客人买的彩券不管有没有中奖，每个礼拜都会坐飞机回来。如果中了大奖，老板干脆直接带你到美国。头彩二彩的话，我们公司是，我们带他到美国去领。每个月哦，大概如果大期的话，都几万注、上万注。看到全世界都在疯美国乐透，曾经在美国中过二奖的魏老板踏出第一步，开设全台第一家的美国乐透投注行。最风险两种乐透全都买得到，来拼这块蓝海市场。而美国和台湾的乐透比一比，发现美国乐透头奖高，但中奖的几率也低上不少。小额买兴趣当然是 OK， 但想靠乐透致富，还是脚踏实地比较有机会。东秀高山林一全。昨天这个威力彩呢又共估了，很多民众就抱怨说这个威力彩根本就没有大乐透那么容易中奖，难玩死了。可是现在呢不让台湾乐透专美于前了，第一家美国乐透在台湾的实体店面也要正式开张了。我们的独家报道就带您来看一看哦，这标榜的呢是每一期这个头彩奖金最少都10亿新台币起跳，说呢可以帮民众跨海代购。可是这个金额呢比起台湾彩券虽然高了很多，乍听之下真的很吸引人，只是呢这个中奖了以后呢这个钱是不是真的可以拿到呢？而且呢如果真的中了头奖跟二奖，还得跟业者一起飞到美国露脸来领奖，所以很多民众还是觉得有点怕怕的。大乐透开出头奖3亿元，威力彩开出头奖4.4亿，这些金额都不够看，因为现在有业者引进美国乐透，标榜每期头奖最少都有10亿台币。他一天大概200-300注千场啊，那如果大期的话，那最少都有500-600注、3000注。金额超级吸引人，玩法就跟台湾彩券一样，分成大百万跟威力球两种，同样选6个号码，一张要台币60块，目前分别累积到了台币33亿跟21.45亿。不过民众到底敢不敢买啊？从来没有看过啊，就他突然开价，他跑掉我们没办法追啊，对，有风险啊，万一他中了，他不跟你讲怎么办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担心没保障，业者拿出彩券跟发票，强调所有程序都是经过机关核准过的，要大家放心来投注。我的每一注号码都打在发票上面，那这个就是你中奖的时候要跟着发票收集发票一起来这边兑奖，哦，那当然三奖以下我们是代在美国那边代领转户，在台湾付给他。端出经济部跟财政部当背书，不过到底中奖后该怎么保证一定能拿到钱，业者却说不出个所以然。而假使中了头奖跟二奖，还必须跟着他们一起到美国来领奖，这样的过程恐怕就算金额再吸引人，还是会让投资民众感到有点心惊惊。民来新闻洪玲林一清台北采访报道。其实哦，不管是美国的这个威力球乐透，还是大百万乐透呢，彩球的数字都比台湾多，所以组合当然也就比较多，中奖几率呢相对的就比较低。但是呢，因为呢这个国外的人多，所以呢每一期起码呢这个奖金都能累积到至少10亿新台币，而且一注呢只要花你1块钱美金，大约只要新台币33块钱，所以确实是蛮吸引人的。目前美国威力球乐透上一期开奖没人中，头彩奖金已经累积到17亿台币，而美国大百万乐透上一期也一样没人中，累积奖金已经高达台币28亿元。高额头彩很诱人，不过你知道美国乐透的中奖几率是多少吗？
1234566，这么多个零，美国威力球彩券的头彩中奖几率只有1亿4600万分之1。想要拿下大百万乐透的头彩，机会更小，要抢到那1亿7500万分之1。美国的两项乐透彩上亿分之一的中奖几率，其实都比台湾威力彩2200万分之1和大乐透的1300万分之1的低得多。想要成为头彩得主，真的要运气好到不行。而美国威力球乐透每周36开奖，玩法跟台湾乐透很类似，先从1到59个白球中选出5个号码，再从1到39号的红球中选出1个当作特别号，6个号码全中就是大奖得主了。同样是选出6个号码，每周开奖2次的还有大百万乐透，只是组合比威力球乐透更多，56颗白球选5颗，46个红球抽1个，因此中奖几率更低。只是美国威力球乐透和大百万乐透一样，一注只要33块，一样可以有电脑选号或者自己挑，而且和台湾一样的都是一卷在手，希望无穷呢。年代新闻陈盈慧编译。好，本期精彩有39，第一个中奖奖号顺利为您开出了，开出了07，开出了7号。紧接着，本期精彩有39，第二个中奖奖号开出了37，开出了37号。本期精彩有39，第三个中奖奖号开出了30，开出了30号。好，第四个中奖奖号也顺利为您开出，开出了17，开出了17号。现在为您开出来的是本期精彩有39最后。